这谁呀、啥行啊？白露，你前女友不是叫白露吗？我俩那都过去了吗？过去了怎么还有微信呢？不是我，你今天晚上不是同学聚会去了吗？对，你我还给去我的时发候他照还片是吧？没到，你就骗我吧，一天天。没有，不是悠悠悠悠，回来。절벽 치면 너무 까칠해 마음 열면 너무 쉽다고 쑥구라면 섭섭하대 喂，月月。喂，悠悠啊，我想送我伴娘服给你看看呗。不看了，不分手了还看什么呀？啊，那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江边。哎，你可别做傻事儿，我去找你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. 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人都下班了，你还练呢？不是说好去逛街的吗？陆明他前女友，照片身材那么好，胸大屁股大，不行，我得练。这没胸没屁股的也练不出来呀、啊，别练了。你是我闺蜜吗？你真不去啊？你走吧。陆明居然到现在都没有找我，你真是看走眼了。他就是你之前说的那种人，垃圾，渣男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悠悠啊，我老男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陆明前女友那事儿吧，他就是一微商，他谁都加那信息，他也给我发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你好好想想吧啊。不是，我觉得搞不懂的，你说。那女生，你说莫名其妙的，生气就说分手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可我觉得男嫂挺温柔的呀。不是女人啊，那不能光看表面，你知道吧？没准女人她非常看重这个形式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你现在就应该啊，从细节做起，好好的这。好好求个婚，就这样。月月，你别拉我，我根本就不想回来。悠悠，是我，陆明。第一次做这种浪漫的事情，真的还有一点紧张。你还记得这个画面吗？我第一次向你表白的时候，也是这个样子。说实话，当时的我真的很笨。现在你走到沙发前，那里有我为你准备的惊喜。虽然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没有了当初的激情，但我们吵过、闹过、哭过、也笑过，但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有。所谓余生漫长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，就是陪着你到海边的。那天我挑了好久，才挑了这枚戒指，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。悠悠，我知道，要是我会经常犯懒，忽略了你的感受，但以后都不会了。现在。我还有最后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悠悠，嫁给我吧。笨死了你，戒指都送我当礼物了，求什么婚？老南，老南，来了来了，在这儿呢。不是你这戒指都送完了，现在咋整啊？这个戒指它就是一个形式，所以。悠悠，你到底答不答应啊？还不答应啊？
你总是会感动。给我戴上。往后的一生，我只要你。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。来吧。鬼忙。烛火是你，下雨也是你，酒黄是你。说话了没呀？一直在录。你一直在录啊？我们全程看你自己的假期。好好看。